今天再一次的到民进党中央党部来登记民进党的总统的初选。那么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新的选项跟新的政治的文化，在这样的时候，任何的政治人物都应该要站出来为人民来打拼，让人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也希望有这个机会来替人民来打拼，我们共同一起来行塑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的政策，同时也来检视我们既有政策的不足跟调整，这些都是我们要共同完成的。那么我也希望有机会带领这个国家，我们一起让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政治，有一个新的体制，有一个新的开始。